三胎哦，第三胎是一个 open option。婚礼孕肚曝光，任怀第三胎，周董最美好的礼物。周董43岁生日公布好消息，老婆昆凌怀了第三胎。这周董昆凌结婚7年，女儿小周周6岁，儿子罗密欧4岁。之前昆凌屡传怀孕，总是否认，但不排除可能。所以有小孩的传闻是，目前没有，目前没有。那之后会有想说要生第三胎？第三胎哦，第三胎是一个 open option， 就是如果有当然好，但是就目前没有。周董生日这天，传出网友爆料，听到昆凌姐姐跟友人聊天，不慎透露昆凌已怀孕不到3个月，网友耳朵真好捂。周董也大方承认，原本想说了再公布，看来是防守不住。这是最美好的礼物，有押韵哦。这孕肚目测至少5个月，昆凌也回应 Number Five Coming Soon， 开心即将迎接第5位家人。其实这个周董也告诉过大家，就说他想生一支足球队嘛，一个乐团。对啊，配一个band，好像会有点辛苦哈。对啊，那但是这是自己的，跟他讲的是自己的梦想，就希望可以组成一个乐队啊。我觉得这样家里会很热闹。慢慢生。徐熙媛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翔，我是兰兰，我是浩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